大嘴怪，我可没得罪你，为什么咬我？和小花一样，我不小心碰了小猪一下，他自己跳下去了，怎么办？吃吧，香不香？嗯，哦，忍者神龟站起来了，打败绿怪兽，加油！哦，奥特曼，看样子没睡醒，还是没吃饱呢？你们说是没吃饱，还是没睡醒？该死，闹钟又响了，今天是周末呀，睡到十点怎么了？爸妈去上班，非要九点起床，而且是两个闹钟，扔掉。周末你们都是几点起？伸个懒腰。好，起来就起来吧。小乌龟还在玻璃橱里。小乌龟是我最爱的小动物，我要把它救出来。你等一等，哥哥说他在冬眠，醒不了。我就不信他醒不了。我要去找钥匙，开启玻璃门的钥匙在这上面。哪一次让我发现了大嘴怪？我可没得罪你，为什么咬我？和小花一样，我不小心碰了小猪一下，他自己跳下去了，怎么办？碎了！小猪也太不结实了吧？这个破了不会被挨打吧？我可不是故意的。没办法哦，在这里，早起，小乌龟，我来马上拯救你。这个钥匙可厉害了，轻轻一碰即可打开。哦，他好长时间没吃没喝了，肯定饿坏了，还是冬眠了呢？他为什么冬眠呢？是不是怕冷啊？把你放在火山口，然后加料，这是我姐姐的试验用的火山喷发燃料。哦，温度够高吧？为何还要动弹？再来一次。看样不是温度不行，而是饿坏了。没关系，咱家有好吃的。小花，喝点奶行吗？小花，小花太小气，又咬我，和大嘴怪一样。没关系，咱冰箱里有披萨，你最爱吃披萨。来，披萨在这里。哼，幸亏我个子高，能够到。吃吧，香不香？嗯。哦，忍者神龟站起来了。我说吧，神龟，我帮你再洗洗澡，让你彻底暖和起来。吃饱喝足，洗个热水澡，舒服。冲一冲。哦，脚在爬动，可爱极了。继续动，嗯，萌萌的样子，漂亮。洗吧，游来游去，多长时间没活动了？好好活动活动吧，这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在浴缸里好好游，不要怕，今天我在家，我做主。走，我们还有一位还没睡醒，是谁呢？在这个房间里边，那就是奥特曼。你睡醒了没有？需要吃什么喝什么给我说，我给你补充能量，让你打败绿怪兽，加油。哦，奥特曼看样子没睡醒，还是没吃饱呢？你们说是没吃饱，还是没睡醒？我怎么还能给他补充能量呢？我需要好好想想办法，动动脑筋了。要不把你关在这里，好好的休息吧，等睡好了再战斗。好，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吧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